看我闺蜜真有劲儿，穿着职业装，哎，人家穿都挺气质，你穿怎么都有股的骚劲儿呢？亲爱的，你妈刚才说结婚彩礼要30万，多少？30万？她狮大开口啊，她，你不许给。啊、不是你干嘛去？你去找她理论去。哎，你别去。你傻呀你！结婚以后那个钱就是我们的钱，你把这个钱给了我妈，我们结婚以后日子怎么过呀？我去找他理论去，他怎么连他女儿都坑了？现在他怎么连他女儿都坑了？现在，老婆回来了啊！老婆上班辛苦了啊！水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准备好了。水温怎么样？水温刚刚好。我告诉你啊，昨天你就把我烫了，今天你要再敢把我烫了，你小心点。好好好。老婆，水温怎么样？水温刚刚好，水温刚刚好。哎，钟婷，我发现你最近不敢说胖，不敢说壮，肿了。